还有人活着吗？正那个我们的童子军正，没，正你拿那个箱子里面的那个 force。好，哪个箱子 ？What the fuck！ 我靠！对对对对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相信。你在哪里？这里这里，我在推这个，我推过去找你。我变姐妹了，没有啊！我没有死之前，我跟阿比盖尔也是姐妹啊。确实，他说他的意思应该是你变得跟姐妹一样了。哦哦，确实，对吧？我想说，只是阿比盖尔比我早死哎、欸。就你身上有原石吗？有，我也还在采。好，应该是有蛋啊，但是没有肉。哦，等下去杀蜘蛛。但是我要先、哦、我要先把猪肉农场建起来。看看你哦，我是刚刚有去捡的陷阱，那里有三只，啊，一个陷阱爆掉了，来两个陷阱爆掉了。那我要在这里等你，还是我要回家？为什么要点那个？等我，我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熄灭它，熄灭它。你是第二次啊？我看到你朝我这边冲过来，你可以搭蓝色的。我有手杖。哦，忘了带心脏，笑死！我这里有很多狗、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啊，没关系的。你要直接走过来哦，上面有蓝虫洞啊。蓝哦，原来你是真的说要搭的哦哦，了解。啊，我是搭蓝虫洞过来的。我都搭，我以为你要讲屁话，我就没在听。没有啊，太失礼了吧？那很失礼，你刚刚都对我怎么讲话的？我那哪有很失礼？我是合理的，合理的。蓝虫洞了，你觉得这东西听起来？对啊，我以为你在说什么叫我搭蓝线，我说哦，我不用听了的。把蓝线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边好多田料，等一下摘一下那个好了。我等一下来摘。小心上面的那个右边的那个岩浆坑，有一只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龙蟻啊。嗯，很痛。下次再打它。哎、欸，那个东王好像快来了，东王应该快来了。就鹿王。嗯，那个如果你们感觉到震动的话，离开家里，不然家里会被拆掉。Okay. 家里会直接不见，是不是？嗯哼。家里会被拆烂。那个我们要拉打的。就是，反正就是离家远就对了。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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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阿傻，你有食物吗？你是没食物？嗯，我活过来的时候饱食度就100了。那你那个血量嘞？血量是50。那你吃这个？主要是暖食啦。哦，那做一个？我不知道我身上有暖食啊，我是没有那个让它暖的东西，因为我身上没有。那你这个要吃？你可以做一只魔法就可以。魔法没用。不够暖。哎、欸，走上，小心烫伤。等一下。大的一发，你会不会？可以可以。我在看数字哦。做脚比较划算还是做？他一个人单挑三只狗、欸，哎。他谁？女武神。女武神就是这样玩的。好巧、哦。沃夫刚也可以玩成这样。我把骨头也敲一敲好了，因为我身上，妈不知道谁做了那么多锤子。啊？绝对不是我。总之，我把家里的锤子都带出来用。好黑。嗯 ，OK。我是发多几趴？7.5%果汁。妈啦，7.5%那还是果汁，5.5%才是果汁啦。75%离果汁还很远呢、欸。果汁1.5%，哎，我身上没有稿子了，可是我花了15颗黄金。什么东西？没有稿，那就是不做、啊。哎、欸，有鸟笼了吗？哎、欸，有鸟哎、欸，有鸟抓到。鸟笼，鸟笼好像缺了什么东西吧？我忘记了。先不用杀那只鸟、哦。我没有杀，我没有杀，它在我身上。哎、欸，我在找，我在追脚印。如果有大象的话，应该就会有很多大肉。好，又抓到一只鸟了，杀了它，那个就可以杀掉了，用鸟笼子。杀掉
然后你可以，你就在那个我们养那只鸟面前跟他说，如果他不好好做事的话，就会跟这只鸟一样在面杀。有啊，我刚才站在他面前杀掉他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好厉害！我跟他讲说，你给我乖乖一点。你要多少黄金啊？越多越好。我带了20。哎、欸，是蓝色大象哎、欸。可不可以？蓝色大象比较稀有。几颗啊？我看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用。乖，大象，大象乖。大象，大象。我发现我要冻死了。左上角有一个石头篝火，我刚才看到了，不知道谁放的。那几个僵尸？那，你去岩浆旁边，不要太靠近。我们填料够吗？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带一大堆仙人掌肉回去。填料够啊。好，肉不够。好，我现在有8个大肉跟12个怪兽肉。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最大的努力就是我可以让尸体离家近一点。你在哪？我在你左边。你还在动吗？缺血的状态。缺血哦。你就回家吧。你先走到虫洞那边吧。哦，我说我现在只能让，就是尽量让尸体离家近一点。你确定？我大概可能做完虫洞我就死。这么夸张？不夸张，我剩4滴血。可以啦。可是要晚上啊！那不要动。我很想。你有食物吗？其实啊，我没有食物啊。嗯，看一下哪个部分比较多。哎，那个东王。你远离家里，远离家里。嗯。啊！哪里？有声音。还没开始弄，那还可以。我先去旁边盖一个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如果懂那个1000块闪，你就不会死掉喽。开玩笑。还需要一点金钱 buff 喽。有，可以准备死了。哦，听起来你有19滴血。对，开始挣就来不及了，要先离开。要直接走。走。开始挣，不然要回档了。走，我走下去吧，你就要回家帮忙打。对，我要回家帮我打的话。站在右边，站右边，站。地震，对，地震，对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在场啊！没有，你这种听大家慌乱的感觉真是舒服。两个甘草，你给我两个甘草，我跟最火吧。哦，两个甘草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往下面。下面有带火的。我有跟着，我刚才没有拿暖石，我只是回去掏一颗暖石而已。这里啦，拿蓝线回家。好像没过来。哦，对哦。板南线，好贵啊！板南线啦，下面啦，下面啦！是不是要回溯了，各位？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，可是外面好像没看到他。哪个外面？看王在家里哦，哈哈。有看王在家里吗？家境没。您各位要 A 他一下带走哦。我要拉一下仇恨啊，各位，走。郑宏，你都玩了几次了？你都打了几次东王了？哎，没有回溯哦，这是云端存档哦，这不会有回溯哦。有啦。家里没事哎。我刚看那个，不是他。他不会游泳吧？他去哪了？等一下，你们刚才在上面看到吗？帮我照一下，我打一下蝙蝠。怎么吃的这么饱？帮我照一下，我要打蝙蝠。快来呀！就在旁边啊，他就这边，我这边走的在震动啊。在震动啊！那没在家里就好了。早上有，走。干，我的速度。OK。等一下，我这边多一点东西，等一下。我看到了，还在这。好土，还没长大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暖石拉回来了。把它拉远一点，拉远一点，先拉去牛那边。居然是我吗？我要回家做点东西。我
哎，拉回家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他把雪球机打爆了。他把我的你们在干嘛？什么打爆啦？哎。Oh no! What the fuck?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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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不要啊！你可以把阿比关掉一下吗？你可以把阿比关掉吗？对，因为我要把他带走，不然他在这边打会把东西破坏的。我想说阿比戴尔会跟着我啊，因为我让阿比戴尔先走。没有，因为他们会站在原地打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！我看见了，一米一次就被 A 死了，对，我被 A 死。不是啊，刚刚那边一群人，他就是想补充铁质的，干你们！哎，我躲过了。你这要注意哦。玉米找到那个门的位置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门在哪，我知道。我帮你带个暖石下去。哎、欸，他怎么？穿的啦，这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我他剩多少血啊？你看得到吗？哦，剩1500，剩四分之一。加油！我的模组好像没有装到，我没有看到血量。那打右边啊！滑索要移上去。哎呀！那个，等一下啊、哦，我回个暖。靠腰，我太冷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在这里吸仇恨。我到门边了。啊不是啊，这个这只追屁友，拜。他一直追我啊。我可以复活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快到了。啊我死个 fuck！ 我被薅一下而已。我想说我可以从后面捅摸他一下的。我被动了。李智怪有三只，我李智怪有三只，他剩500多血。这边能死是不是？但是我没有捡哦。男的回去捡。那个查你现在几滴血？嗯，28。那个左我们箱子左上角的有几个药膏可以拿一下吗？我现在被四只椅子怪追，应该没有办法打。今天满月应该是不怕，但是药膏给谁？给我。现在你可以远攻一下吗？不是啊，我射不到他啊！我上李智怪酷啊！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这里，丢地上就好。你丢地上，我等下绕去拿。这个世界唯一有空城。有，我拉走。OK， 拉走了，好，我打一下李智怪，等我一下。干这边有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拉很久。火叫声，看不行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李智怪太多只了。可以帮我打，谁可以帮我打一下那只白蓝的蝙蝠啊？我靠死了！看我李智怪有几只？5只 ，What the fuck？ 5只，我帮不了你。就你拉，把他拉走了哈。我打一下李智怪、啊。他在那个洞穴旁。哎、欸，完了，他过去。狗要来了，狗要来了。不要狗我没关系，狗我狗他为什么在家里？他追我 OK 是啊，我快要可以打了，等我一下。不是阿贝，你上面上下各新增了两只理智怪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反正这应该你们的。我现在理智回，我理智回慢了。等一下我吃个药膏，打个狗，等我一下。狗给我！哎呀，该有坐狼哎、欸！妈的，为什么会有坐狼啊？我死了！青年座。看我怎么有坐狼啊！傻笑。为什么会有坐狼？怎么办？嗨，俊，嗨，怎么那么恶劣？21前面。没有，俊，那个东王还在吗？还在 ，OK， 那个，哇操，有坐狼有点惨，鬼太多了吧？嗯，哦，差不多的，我大只的，因为它会召唤。那个有人有空档，剑哥，哭啊！我死了。为什么有坐狼？我不行，我要冻死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第一次挑战陈立恒。不是我，
重点是坐狼的部分。那个啊，我应该直接上去找牛的，走错路了。啊靠！要被冰起来了，啊，被那个狼冰起来了。啊！为什么有坐狼？还有人活着吗？在那个我们的童子军，正你拿那个箱子里面的那个复活石。好，哪个箱子 ？What the fuck！ 我靠！对对对对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就不相信。你在哪里？这里这里，我在推这个。我推过去找你。我拿着了。我帮你重置陷阱，帮你重置陷阱，可以重置陷阱。我帮你重置陷阱，我帮你重置陷阱。我死了。Fuck this shit。耶！为什么会有坐狼？不是，从来没有同时来过。出这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狗跟那个野犬会一起出现的、啊。不是不是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坐狼通常不会突然出现，坐狼要追脚印才会出现啊。为什么会有坐？哇，好惨哦！这是不能读档的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读啊。为什么不能读？也不能读。为什么不能读？因为是云端存档。哈，云端也可以吧？就是每秒记档，你要怎么？你要读哪一个秒的？你要读前几秒的吗？我试试看能不能读档。我先不是你不用暂不用退不用暂不用暂停，你直接 ESC， 现在可以直接。不是啊，我按你 ESC， 然后我要看什么？我记得是伺服器指令吗？伺服器指令，伺服器指令救我吗？哦，从回档，回两天，动手，五秒内回档。开了吗？他在回档。你们要第三十天还是第三十一天？三十天，所以你要点三十一天。啊，你点三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们回到二十九。没错。没事啦，反正多一点时间准备嘛。回档成功了，第二十九天，我是死掉的状态。我想说，我一回档，然后我是死掉状态啊！我失败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本来就死的。我等下拿心脏救你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回去。音乐的吧。我看到你系列攻杀小草子，我这边冲过来。冲过来。做什么？喝水。这边人说喝水。现在没有水，现在只有酒可以喝。那个，我知道啊。那个，现在会，他会照原本是起来吗？不一定哦，但是应该快到了。我需要有人先把家里的火点起来，不然。然后身上是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尸体。我一直都有在点，我一直都有在点。啊，这里没给他材料。刚刚我们一直看有人在点。我有十九。萤火很旺，那萤火非常旺。六五四三。要挂了。来不及。哥。哥，但是我点萤火，他尽力了，他真的尽力了。我相信他真的尽力了。啊，那个，我想到，狗一直来，对啊，至少我离家比较近的。烧起来你们那边怎么那么刺激？那个，这你身上有排销对不对？等下自己拿出来。有。那你身上那么多工具？啥？他是一个拿了一堆工具的。我是工具人啊。那你好歹也做金块的吧？哎、啊，算了。不是啊，我身上我记得我很多金块啊，金块嘞。我哪知道、啊？你是放包包里吗？没有，我挖了。啊，包包刚刚是不是烧掉了？对。没有，今天金块不会烧掉啊！那是因为我们多回了一天，哥，我们都回了一天。哦，我没挖到。没错，但是该回来是该回来，没错。不是啊。没有啦，这里盖的花花没了。那要怎么让火过来？
你要捡黄，要一个哀掉荣耀跟一个噩梦蓝料。哀掉荣耀去要去跟那个在墓园找那个有一个椭圆形的鬼鬼跟他聊天，然后帮他找小玩具。哦，椭圆形的鬼鬼就是那个小幽灵。小幽灵、要跟小幽灵聊天。干，没有阿比盖的我就是废物哎、欸。我要来锤你的遗体。请我唯一的价值就在这里了，给你几颗骨片。那要去拿酒吗？有怪兽肉吗？没有，我正在喝，我已经在喝，我在赶进度哥。在喝什么？赶进度是不是 ？Moscato。那我去拿青州，我敬你两个下，你慢慢。你我是我赶进度，不是你赶进度，你也喝够多了。今天又不是你赶哥，你已经够快了。哇，他去了，我快点闪，还没回来，可以讲他坏话。他没有，他今天没有开音响。我听到他不是带蓝牙的耳机。我叫郑嘉义啊。哦，是哦。啊，对。他不带音响，我说啊。姐，姐，你不是赶进度赶一赶就忘记自己在干嘛了吧？啊，就是刚才打失败有点累，突然累了一截。你们那时候来的时候，应该没有人在我的那个仙人掌的青春里面加水。谁敢这样？谁敢？哎、欸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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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结冰哎、欸！没有啊。如果有的话，一定不是我。这边够吗？你应该不敢了、啊。我没有那么很累。哎、欸，你别打、啊！哇！哇！闪音！没办法，旁边还有蝙蝠哎、欸。对，那边那个蝙蝠打。那个，下个问题就是我的石头不够多，我没有办法做更多头盔，我忘了做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狗身上有。石头我，石头我有。头上还有两个。那谁？我他用屁眼攻击我，我等下。还要屁眼攻击？对啊。你有什么不能站 A 啊？不行哦，因为会主要是会冰冻，然后那个理智会降比较快。理智降太快的话，理智怪就会来四五个。沃夫刚好像可以站 A 吧，如果大家一起打的话。沃夫刚是哪一级？肌肉。哦，肌肉。吃饭会很香的那个。哇，我们就没有人玩坦。没有那个别。没有没有，这游戏没有所谓的真坦克。哦。坦不动，坦不动。哎、欸，我在我回溯了一下，我卡住，干回，因为现在那个白天，所以可能会卡一下下，这种换天数容易卡。又用屁眼。300多滴血，我用站 A 喽，我站 A 喽 ，OK 了。了耶，眼球。我捡了眼球，可以做眼球伞了，然后帮复活闪音。哎、欸，有骨片吗？我做一下眼球伞先。丢这里，我需要回一下你，谢谢。也不需要眼球伞，但是很帅。我给你看我的造型，是很帅，很好用啊。眼球伞啊，浪费资源。你看，哦，电脑卡了一下，好吧。不是啊，重点是那个，对，好帅。对啊，那个应该是让之后让图书馆人带吧，因为他春天太理智人会下太快。或者是你要砍树，你就带着啊，挺方便的呗。